为圣人有四象，言者上其辞，动者上其变，知其者上其象，不是者上其战。这个我们会发现，跟这个理象数战，几乎可以讲一完全能对应得上。那象呢，就是这个知气者，它的顺序可能有所颠倒，它们中间之间都有一些联系，那不是说完全是这样。那有象呢，自然它就有数。那相对来讲，这个数可谓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这个数感觉来说。它是死的，是感觉到了最后那个才叫定数，那叫死的。但在之前都是变数，这个数也会根据这个象不同的在变。那它不离的就是这个理，包括站也不离这个理，它都有一个万物循环自然的一个因果规律，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嘛。那知气者就对应这个象，那你也可以讲对应一部分的数，也能对应。但是知气者上其象，古人是这么总结的。那动者上其变呢？那就更像是这个数。所谓数啊，也不仅是数学数，一种运用的法则、方式，动就好像一个人做一件事，事儿都是人做的。那这个当中就有它的数，也可以通这个目一个点儿数。那不是者上即占呢，就对应的。我们理象数占的这个补占，你可以讲完全都对应上了。那它的运用呢？那就是提前预知、预判。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提前的。准备、全局观、考虑、决策，小至一个企业，大至国家，小至家庭，任何一件小的事情，其实都要规划。只是我们太小的，不太计较，脑子里一想就这样了。那它的那像。说知气，那最伟大的发明现在就是计算机，所谓莱布尼茨的，01101，二进制，它就是根据易经八卦的这个象的规律，理出来的这个用数字表达。我们可以讲，很多，从古至今，搞数学的人都说数学最厉害，他说一切都可以用数学来表示，那确实，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的。任何东西都有它的数，有生数，有死数，定数、变数。那我们说易经还没有用吗？任何东西无处不在啊！你只要肯挖掘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像，它就不是。它这个理，万物之理，我们中国讲天人合一，合的是什么？通天通的是什么？下节课就跟大家汇报一下，这个玄学跟易学，狭义上讲有什么区别？尤其我们没有基础知识概念的朋友们，从这2天开始，希望大家坚持开始听了。